江南啊啊啊啊啊！这首歌有这么多啊吗？啊啊啊啊！江南被怎么了？谁是江南？大家喜欢我的，把直播时通知手机屏幕左上角黄色桃心电脑用户右下角
直播时通知给勾一下，把星星点一点，一个没有推荐的人只能靠心靠你们了。极热净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但是今天不跳。你叫的不像，那要怎么叫？你回去给我模仿一下，我们学一下第二支舞好吗？妈妈妈妈。我们选一下第二支舞好吗？妈妈妈，刚刚跳的是第二个，你们就不让我做个清流，多希望你们选三，我想在清流的路上越走越远，好难过啊，好难过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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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成吉思汗厉害了是吧？我都跟你说第三个很厉害的，你们偏不选，非要看一些跟世界都一样的东西，就不能做个清流吗？不好意思，这里直播时通知先查一下。噔噔噔噔，我们选一下啊，三二一。哈哈，朋友们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街头上冷麦了。《歌唱》
风沙之中追追赶赶，彼此热烈在歌唱。来，大家帮我把直播时通知点一下，毕竟轮完这一次可能就不能再来993了，希望点一下直播时通知，可能要被永久踢出这个地方。回120我觉得我还能抢救一下。别呀，我给你输送内功啊，大哥，大哥，我给你输送一下内功啊，对不对？这么大一个侯爵去世了，歪歪多可惜。来，大家勾一下皮一下，很开心，对，皮一下就很开心。为什么不能来了？辣眼睛。感谢胖哥，感谢胖哥，大家勾一下直播时通知。这歌叫什么？叫成吉思汗啊，这真的是叫成吉思汗啊。来，大家勾一下直播时通知，还有2分多钟，跳个性感的弥补一下。哎，我不跳一个另类一点的你怎么能记住我呢？对不对？成吉思汗昨晚给我托梦了，说我马上就是一个10万粉的大主播了，希望大家帮我点一下。你骗人吧？不骗的，你是大侯爵，怎么敢骗你呢？是不是？然后我们跳跳一个，我要做个清流，就为了被你们记住，你知道我费尽心思，用心良苦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形象，多不容易，就冲这一点，是不是帮我勾一下直播时通知？天哪，人家还要嫁人呢，这么一看以后说不定都嫁不出去了，很难过你知道吗？很难过。Listen, boy. My first love story. Not angel. I'm a girl. Not so shy. Let's go. 那么那么马上的你努力不下，怎么没事也是在单立人格。还有50多秒啊，我就一个麦序，跳完就回去。